我亂㗎。咁不如交俾我哋公司搞啦，交咗俾我哋，你好多嘢都唔使煩，等我哋煩啦。你唔好煩佢係真啦，佢成日影相嘅。你唔俾佢睇一啲資料之後，佢會改變心意嘅咩？其實我公司服務嘅範圍咧好大㗎啦，由中場佢乜嘢都唔會搞啊！我在你本地時簿找了張卡片，看到你掹低的時間，你真的打算偷偷地跟我家人結婚，我不會答應的。我不當你不答應，我怎會跟海結婚的？你醒下啦，外面大把好過他的男人啊。我跟你說了幾多次，你不要再歧視他都不行啊。你們說呢？坐過監的算不算好人？坐過監的都可以改回做好人的。你試一下去註冊吧。